尤其是这次特别要要上这个国际的赛车舞台为台湾发声。但是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达卡拉力赛到明年算是已经迈入第32届了，那么每一年要参加其实都是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这个困难，许多的条件必须要去达到才能够完成，甚至这个也是我个人自己毕生的梦想之一了。那其实真的要完成这样的一个梦想，必须要靠各方朋友的一个支持哦。那么当然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机会呢，能够将我们台湾妈祖这样的这个自我奉献牺牲无我无私的精神能够宣扬到国际。那当然也希望借由这个机会凝聚所有台湾人的善念，那么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力量，让我们的台湾呢在未来的100年